然后呢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鱼鸭子。我们今天大早起啊，来到了台东的资本 Seven Eleven， 继续完成我们的图鉴。现在是早上的8:20吧，10分20分左右。你看，一个人都没有。啊，里面有什么？随便选一张，先来一个恶心的盔甲鸟。OK， 我们今天的第一张是我们恶心的盔甲鸟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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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。哇，不行不行，刚睡醒，果然没办法打到300。吃惊程度。看有谁啊？附近的宝可梦。哦，鳗鱼丸。盔甲鸟，鳗鱼丸。混混二跟三星盔甲，哦，刚刚是二星的，现在三星的，很多盔甲鸟加高利啊，卡密龟，哦，按照10点，我自己都感到非常意外，这有点强哦，效果绝佳，嗯哼。不过我们的穿着熊应该可以一起让混混二下去。哎哎，对手的攻击，防御轮盘，怎么发生意外了？混混二在超车。这个按高一点，有可能让。啊，又按到10点啊！难得哦，一直按到10点呢，可以吧？来吧，哈哈，双失误，你看，来反击机会哦。对手的攻击，反击机会。好球啊，帅一个卡密棍，来吧，水之波动。而且这里这卡还没有累积到惊喜盒子，哇，那个人跑太快了。嗯，可恶，逃跑，没有逃跑，卡片龟，我真的对你太失望了，来个恶心的吧。我方的攻击轮盘，瞄准，攻击提升，还是有机会，不要是失误了。其中有害了，我是谁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心情不好是不是？啊，那我。10点。应该可以收得掉混混二吧？哎呦，好像扣得很不甘愿。机会就是捕获时间。哎，右边三星盔甲鸟啊。把摇杆球向前推。好一个手推大师球，这个真的是不简单。哎，原来我们丢到大师球，心情就还算不错。来，我们取出一张，既然人家都已经给大师了，对不对？我不能先选，是不是？一定要先给钱吗？我点饮料都是我先点完饮料之后，他才开收钱。我应该先点完我的盔甲鸟之后，你再给我拿30块。来哦，各位，好，我们今天二星跟三星的盔甲鸟都收集到了 ，excellent。藏在后面的是谁？令人期待。677，鳗鱼丸，连武王，哦是。不是，怎么跟他那么有缘呢？又是鳗鱼丸，今天又要来鳗鱼丸了，各位。Few moments later， 攻击轮盘，瞄准横算的数字，演绎。哇哦，我们今天很神呢，一直疯狂啊，35，好啦，击中要害，结果我们流氓二没有用到，顺利击败。好的，那这时候就要麻烦大家了，希望大家把力量借给鸭子，我们右边四星妈妈鳗鱼丸带回家，超级球，有没有机会呢？左边三星的演武王也是可以啊，一起拿下来。怎样？哎，刚刚很不想走哎。哇啦喂，怎样？
好，那比较惊喜的当然就是我们四星的妈妈鳗鱼丸了。哇，好多盔甲鸟哦！社群日吗？今天抓一个二星，两张二星的，一张三星的。305，点狗狗。哦，13倍，这个可以。牛王真的太凶了。主要是因为它的附属也好啦，是二属性的。哎呀，按到20而已，地震！效果绝佳，有没有一发处理掉？这不愧是流氓二，好凶哦！这张卡真好用。左边一星的，然后右边三星的，两只都抓下来，有机会。这边的话拿下来，我们这边做交换，然后换到四星妈妈鳗鱼丸，刚好今天的五道就打完了，然后再一道，随便一张，发现五星这样，哇，还真的呢。好了，现在目前都有照我们的剧本演了，先拿三星。铁口直断。我是菜半仙啊，哎呀，可惜没出交换。好，这边。哦，三星的迷你 Q。那这边我们选暖暖珠这个好，看能不能把拿个暖暖珠吧。OK， 这就是咱们今天的第六道，是一只猪。Next 猪。哇，才290而已。有吉拉。三星迷你 Q 就是一个13配，好球啊！就是现在把球丢出去吧，不要再丢到大师球了啊！把摇杆球向前推，是精灵球。大家有看到吗？彩虹。深夜一道彩虹。左边确定捕捉，右边再一个三星，看看，可惜。没关系，我们来看交换吧。大叔，早安啊！老丈，这是这一张哦，我有强烈的预感，我们的妈妈鳗鱼丸即将要出来了。耶，刚刚你抓到的那只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交换呢？交换机会。哎，刚才抓到的宝可梦，要不要跟我的交换呢？好啊。啊！愣住了，愣住了。先打一场强大宝可梦，谢谢。620。碎啦！四星妈妈鳗鱼丸。43配。对战开始。那这边也一样，我们流氓二可以处理这一些。有什么问题交给流氓二就对了。哇！一发。哦，对哦，也是不错啦，打了半血。剩下的交给流氓二就对了。再按个135吧。我方的攻击轮盘。哇，20而已。地震。一发带走，哇！左边居然失误了。我方的攻击轮盘，就居然按到10点而已，啊，上面按到盾，现在多一次练，不扣那不扣嘞，来拜托，失误，耶，没有按到失误。这电磁炮动画很快，真的好像蛮好用的。下一次带一只那个好了，可是它失误率很高哦。来，然后接着练球。哎呀，再晚安一点。OK， 处理掉了。来，大家，就是现在把力量借给我吧。
我们四星的妈妈妈咪王，看可不可以把它带回家。感觉来了，就要出发哦，是超级久，很有希望哦。一个，两个，三，哦，抓到哎，好像在做梦。妈妈慢慢哦，今天打的还蛮顺的，总共打了6-8到了。好的，辛苦了，那今天就先玩到这边吧。好的，那画面上呢就是鸭子今天的收获，然后呢我们。对，没错，反正又没有开图鉴了，不过没关系啦，就是最起码有拿到一张四星，开心。然后那我们今天呢就来抽这一张，一样来抽这一张四星的妈妈鳗鱼丸，只要在影片下方留言流氓二真的好用就可以参加抽奖。然后呢也恭喜画面上这位观众，就是你抽中了上一张的妈妈鳗鱼丸，再麻烦尽速跟鸭子联络。好的，那么今天影片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收看，我们下次见各位，拜拜。